我知道我很混乱，反正我就是会一直重复经过同一个病房，然后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。放轻松，交给我好吗？同一间病房死那么多人，主治医师都是做梦不回，我觉得这医生有问题。那些病人一直在我的梦里面出现，现在这种状况看起来有点异常。